柏聪印印下。我叫黄柏聪，艺言新 3.0 黄柏聪三水同乡会留本张学校，而家读紧中五。咁我平时中意画画啊，做下陶瓷啊、手工艺啊，同埋中意周围去玩啊，听下歌啊。做陶瓷其实真系好特别啦，你要攞嚿泥，跟住去搓下搓下，发现自己整到个杯出嚟，整咗只碟出嚟，跟住又可以整好多自己中意嘢出嚟，好似属于自己独一无二嘅嘢出嚟。嗰阵时候我就觉得满足感噶。陶瓷作品，我谂系可以将自己嘅谂法摆喺个作品度，呢样系可以令到我好着迷噶咯。咁我就觉得嗰个过程系非常之享受，所以我系非常之期待每一堂嘅艺研生，因为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，想学更多唔同嘅方式去整到唔同风格嘅作品，俾到大家睇到唔同嘅惊喜。文字让学生审视自身，探求与尝试不同艺术发展方向。艺研生 3.0 主办香港展能艺术会，资助香港艺术发展局及何贞杰家族基金。影片结束。